各位同心弄一下。那各位童学，呃，上课前注意一下手机哈，看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哈、喔，谢谢。啊，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是由我们连修贤哈连讲师所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 大家要站？请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听不懂闽南话的？有。好，请放下。嘿，我每次都讲，你们听不懂是解救我了。因为你叫我从头到尾哈两个小时都讲北京话，我可以讲得很标准，啊，然后可以讲得很轻松。可是如果叫我从头到尾两个小时都讲闽南话，加困难。嘿，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国民党教给我们的嘛？哈。 我记得我那时候念书，呃、欸，一到学校去，从小到大都讲闽南语哦、喔。到国小六，呃、欸，到那个六岁哦、喔，七岁一进去念国小，老师告诉我说不准讲闽南语，不准讲，讲了就要罚钱，讲了还要被打。你以前习惯的语言，突然到了学校国小一年级，通通不能讲，你真的会很困惑哈、喔。就像各位哈、喔，你们觉得哈、喔？ 待会儿我会慢慢讲哈，我我先跟各位讲哦，今天讲课的内容，很多学员都会反映说，我们拿到的讲义，我们拿到的讲义，哈，跟我们那个上课的内容，通通对不起来，啊，我跟各位讲，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在这几本，第一个《新台湾论》，啊，第二个《台湾战争史》，里面有三集，啊，所以。 《新台湾论》跟《台湾战争史》里面的，我讲的内容都在里面，你可以去买来看。我们刚刚看到有人这样一一口气就把《新台湾论》跟《台湾战争史》都全部搬回来哈，那回家慢慢看，这是你们哈这一辈子可以慢慢研读的四本书哈。好，一刚开始的时候哈，一定要先拜托各位，我先想，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哈，各位觉得？ 我站在讲台上开始演讲，到现在有几年？各位猜得出来吗？猜猜看。我从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有几年？各位猜得出来吗？猜得出来有奖品哦、喔！二十年，二十年哦、喔，错。三次机会哦、喔，十年也错。台上三分钟，台下要十年功。还有嘞。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也错。好，我跟各位讲哈、喔，没有人猜对哈、喔。 这个只问这一次，问给你们这一次的学员，因为一讲大家有录影哈，以后都知道。我从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我女儿已经念大学三年级了，要升大学四年级。嗯、<laughs> 谢谢谢谢。从十岁啦，我从十岁就开始上台演讲了，因为我妈妈在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啊，所以从十岁就开始训练我演讲。 我也可能各位比较没有看过我的人，但是我以前也在电台有呃、欸、上过节目，所以在广播电台里面也会听得到我的声音。哎，以前讲北京话讲到哈，同学说你不要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就要打你。哎，讲北京话讲得太标准，让人家听得很恶心，然后觉得想打人。哎，这是我妈妈训练出来的哈。 咬文嚼字，波波波波。我参加演讲比赛、朗读比赛，还得会得名，都是哈讲的跟北京呃，那个中国的北京人哈很像。好，这个是训练出来的，能力绝对是后天培养的。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吗？这个都是一样。各位开始学习哈，从以前从中华民国的历史开始学习，学到一些错误的历史，这些都是养成的习惯。我以前第一次上台，因为。 我有到美国去上过一些课程哦。以我的人格特质，我是比较害羞内向的。小时候家里面有朋友来哈，我爸妈的朋友，他们在前面坐在沙发，我会躲在沙发后面，自己追围一个小城堡。他们在那边聊天聊得很开心，我在后面玩我自己的积木，玩得很开心，可以玩三四个小时，有点自闭症的倾向哦。所以十岁第一次上台，参加演讲比赛，稿子背得很熟哦。一上台之后呢，只会讲一句话。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哎，点个头，起来就忘光了。看着台下这么多人，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稿子背得很熟。哦。这是次上台的经验。过了一年，再次参加演讲比赛，这一次我慢慢就有经验了嘛。我儿子很胆小，所以每天就带我到花莲玉里的那个秀姑峦溪旁边的河边，对着河边，你告诉你想象这些人头底下这些人头就是一颗一颗的石头，啊、哦，你就对着这些石头讲话。 那稿子就背得很熟，就是慢慢的练，从上台两只腿会发抖，上台会肚子痛，好还没有上台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到现在可以上台这样哈，可以跟我的学生，我们这样上课可以上三天三夜，真的、啊、我就可以这样在台上，因为在那个深圳的时候哈，在深圳帮那个中国人在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从头到尾讲三天三夜都不停，这个都是练出来的，但是哈。 告诉各位哈，每一个讲师他们讲课都很专注，都有一些逻辑哈，整个这样在铺陈，每个讲话都有一些起承转合。所以拜托各位，尤其现在哈科技越来越进步，各位常常把手机关机了哈，手机还会响对不对？好，所以哈我们上课的时候哈，尽量我刚刚看到有人上课过来的时候开始拿着手机一直讲，讲到位置上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关静音或者把手机哈关机。 因为讲师真的讲到一半哦，断掉，那讲师会很痛苦，因为他的逻辑断掉了。好，你下一堂课哈，下下一堂课下午的课就会看到老师在跟你讲说，所谓的什么叫逻辑哈，逻辑到底有哪些方式去呈现，哪些矛盾率相同定律哈。所以拜托各位再看一下，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每一堂课上课之前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让你的手机不要响，这样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开宗明义要跟各位讲哈。 第一个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为什么要讲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现在在外面坊间很多人都在讲啊，我们很暴力呀、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嘿，其实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个就告诉你我们的立场，不使用暴力跟不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让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告诉各位，不用使用武力，不用使用暴力啦、啊。 我在台北开气管顾问公司，我在做训练。你叫我去，呃，拿着枪冲锋陷阵去杀敌，我也不会啊。在当兵的时候打靶很烂的，嘿。所以你叫我去，所以我们开中民义哈，我觉得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能够喜欢的哈，就是他可以用不使用暴力跟不使用武力的方法，让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怎么做？我们现在都在做。你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在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告诉他们，你们是假的政府，你们不是真的政府，所以你们在做的这些都是一直在做这些动作，所以我们不会使用武力，不会使用暴力。那好，很多人就问我说，好，中华民国要离开了，他那些单位，好，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有二十万公务员大军，二十万，难道他们都不会反抗吗？ 难道你去交接的时候，他们很顺利的会把那些呃这些资料啊，这些机密资料就交给你吗？你是一个政务官，你是台湾民政的政务官，他会把这些资料很轻松的交给你吗？会吗？不会啊，他会跟你刁难，对不对？搞不好他还跟你讲说中华民国哈，虽然人走了，但是中华民国的魂还在，我就是中华民国魂，因为他只剩下灵魂在这里嘛哈。搞不好他会这样子跟你刁难啊，那怎么办？你难道不用使用武用武力，不用使用暴力嘿？ 狠狠的锤他，叫他把资料交出来。不用了，你是一个政务官，你过去交接的时候，旁边会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不会跟枪不会跟那个生命开玩笑了，所以他们会乖乖的把资料交出来。而且根据美国 CIA，他们在做一些呃调查，只要有稍微有一些暴力倾向的，他们都会去 mark 哈，把它锁定做记号，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交接的问题。 我告诉各位，再一次哈，很清楚让各位知道，我们是跟谁接政权？中华民国吗？不是的，我们不是跟中华民国接政权。开宗明义要告诉各位，我们是跟美国接政权。美国怎么找中华民国来台湾，就怎么请中华民国离开台湾。我们在二零零六年告赢美国之后，很多的机密档案就开始解密了，就像维基百科一样，这些机密档案解密，你就会看到当初美国怎么请中华民国来台湾的。 然后他们来到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乖乖的听话。啊，后来为什么会倒行逆施？啊，美国为什么会纵容他这么做？这些点点滴滴，在解密档案里面，在台湾战争史回顾里面，啊，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啊，所以各位可以慢慢去看。你来到这里哈，真的要把这四本书带回去，慢慢的研读《新台湾人跟《台湾战争史》。我不是在卖书啦。 我们透过这些书，我们更清楚知道将来到中华民国的那个那些行政单位哈，我们去交接的时候哈，你想想看哦，你一个人去交接，你的法理如果不够清楚，你如果不够哈，那个概念不够清楚，你到那里你是被所有中华民国的那些公务员打枪呢，他们可能几百个人围攻你一个人呢，他们想要帮你洗脑哎，你讲的是真理，啊，然后他们告诉你你讲的是错的，啊，你被他们洗脑了。 两三天你会不会突然开始怀疑？说我学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哈，那些概念做基础，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习惯。请问一下各位哈，这个右下角这个里面的中间什么？台湾呐、啊，对不对？这、就是台湾呐、啊。可是，在西元一千六百七十五年，一六七五年，哎，一七那个土拨放出来，一七一七。 反正就是在三四百年前哈、喔，世界上各地的人认为台湾长什么样子，跟你的习惯、跟你的概念、跟你学的都不一样。一七三五年呐、啊，全世界的人只要看到这张地图，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台湾呐？哎，奇怪呢、欸，你刚刚看到右下角那个台湾，为什么这个也是台湾？啊，那个也是台湾？ 一七三五年，所有的人看到这张地图，他们说这个叫福尔摩沙，这叫台湾。奇怪呢，那个时候台湾怎么不见了？一半不见了。为什么要放张图给各位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从这里可以延伸到很多，让各位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各位，所有的。 所有你学的历史，都只是你习惯去学中华民国历史而已。你听到的历史，你看到的历史，你曾经以为的伟人，可能都是 bullshit。我们不是常,常学到民族的救星、历史的伟人吗？是谁？<laughs> 我们都有学到嘛哈。现在你不敢讲了，以前很大声哦。国小我们只要唱到，你是民族的救星，你是历史的伟人哈。然后念到他的名字还要立正。 然后再少息，哎，我们只要演讲哈，老师都规定我们，总统讲功，立正，然后再少息，哎，有没有搞错啊？可可是我告诉各位哈，现在还有大概呃两千多万人认为他是民族的救星、历史的伟人。只有少数的哈，现在目前大概有超过两三万人吧，知道说他是一家都是贼，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美国杜鲁门总统，他亲口说的。 他说：“蒋家一家都是贼。”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讲的一定有道理嘛？从这里开始跟各位讲哈，当初日本人非常的强壮强大，他就一路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打到重庆，打到重庆哈，蒋介石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他只好绕跑。他那时候生命够够细，细，那个顾着生命比较重要嘛，所以他就先飞飞到台湾嘛，他撤退了嘛。 他们叫转进嘛，怕输遭牙嘛，他转进了嘛，他转进到台湾吗？是吗？不是啊，他带着机要秘书，带着他老婆一，一飞飞到哪里？飞到澎湖。哎、欸，他为什么不敢飞来台湾？麦克阿瑟将军那时候已经把台湾哈、喔、交给中华民国了，啊，他为什么不敢飞来台湾？请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所以啊。 当你在跟你的将来你的那个事务官在讲的时候，你如果有办法引经据典把历史讲得清楚，他们会服你，他们就会听你的话，因为你讲的是真的嘛。他们以前的习惯是错的嘛。讲到习惯，我就问一下问一下各位哈，你们的脑袋里面哈常常打结，各位知道吗？因为我是我就是在国外在上的课都是学注意力，我请教一下各位哈，你们相不相信？你们相相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相信哈，那你们相不相信？哈，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相信哈。哎，这两个面不是很矛盾吗？你如果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以，西南个性哈，你如果相信，那他怎么可能改变呢？那你如果相信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你为什么会说他江山易改，本性难以呢？你的脑袋里面常有这种念头在充斥哈，帮你踩油门又踩刹车。 请问各位有没有去做过实验？我们去做过，真的在空旷的地方，因为国外很多地方可以让你练习。你双脚一起踩油门踩刹车，会发生什么状况？两个脚一起踩哦，会开车的举手。很多人都会开车嘛，要前进要踩油门对不对？要停止要踩刹车对不对？那油门刹车一起踩会怎样？没有试过哦，去找乡下空旷的地方试试看，很精彩，我跟你讲，不会翻车啦。 那个地上就会这样子，那个车你这样哦，一直转圈圈，然后那冒白烟嘿，哦，很精彩，你好像在那个那个赛车高手一样嘿，<laughs> 不会翻车啦。那你想想看哦，在你的头脑里面，一天到晚踩油门踩刹车，会怎样？你的头脑会冒冒白烟呢、欸，会阿达玛孔古力的，这是真的啊，不是吗？ 你相不相信，女人变坏就有钱？那你相不相信男人有钱就变坏？<laughs> 这也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有的先有钱就变坏，有的要变坏才有钱？哦，动物本性啊！我们常在思考这些。这个在国外的教育哈，常常会给你这样子。 这个你的经验，你所经历过的，你所相信的，就是你所经验的。我们在国外上课，老师从头到尾哈，他不会给你一张学历或文凭。你上过课，你很清楚知道你学到了，你就是学到了，这辈子你都受用，因为那是你的经验。我去美国上课的时候，有两个台湾的大学的教授跟我一起去上课。我们的讲义哈，就差不多这样子一本书，带厚厚的大概四本。 他们很厉害哦、喔，两天就把那讲义都念完了。教授真的很厉害，两天就把那些讲义都念完了。可是到了第九天，我们上到第九天，老师说哈，我们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他们进不了，因为他们为了他们上课是为了去拿文凭，我们上课是为了要让自己学习成长，所以我们有学到，他们没有学到，这很抽象哈、喔。我们有学到，他们没有学到。你今天在这里三天。 你的心打开，你让自己去听一些新的概念，你有学到。你如果今天来到这里，像有一些已经带着固有的观念，哦，可能是台联的，可能是国民党的，可能是一些学中华民国历史的，他心没有打开，他一直在挑战我们，挑战我们讲的历史。这些历史会是假的吗？请问一下，这张画这张图的人，他在一千。 诶、欸，这个一七三五年、一八三五年、一九三五年、二零三五年，几年？三百年前啊一八、一九、二零，啊，将近三百年前，他会刻意的去画这张假的地图来蒙骗全世界的人吗？这是两百多年前的地图。那为什么会把台湾画成这样子？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签《下关条约》。 那个时候，台湾东半部不在中国管理之下，不用谈任何领土主权。台湾西半部是垦殖区、屯垦区，整个台湾东西部合起来，是在一八九五年跟是日本费尽苦心建构的。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号，昭和天皇下诏书实施日本宪法在台湾，让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花了几年的时间，他花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去建构整个台湾。 那很惨烈呢、欸，因为以前清朝啊、喔，他只要看到东边，他不敢过去。为什么？听说东边那里的人都会砍人家的头，对，都是出糙的，嘿，非常厉害。各位看塞德哥巴来就知道了，日军都在讲，不可能。那个小朋友昨天在这里啊，昨天在垦丁，今天跑到那个那个花莲的山山里面，然后后天又跑到那个苗栗的山里面，不可能。 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到那个小朋友，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吗？他们是非常骁勇善战的哈。我我们不要讲赛德克巴莱了哈，我们讲我们的泰雅族。他最近呃，我有跟泰雅族，因为我常常以前常常到那个各个部落里面去跟他们聊天哈。泰雅族他们曾经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哈啊，在日本时代啦，他们下了一个很重大的决策。 因为那时候跟日军一直战，一直战，一直战，战到真的没剩下多少人了，所以他们长老一起开会，我们要继续保留泰雅族，还是跟他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没有泰雅族？有了哈，所以他们决定哈投降。所以泰雅族最后投降了，最后投降了原住民，啊高沙族，所以他们投降了。所以你会看到日本就把整个台湾统一了。那在1895年。 一八九五年是《下关条约》。一八九五年之前呢？一八三零年，各位要记住这个年代哈，这个年代对各位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年代开始，台湾才有主权，台湾才有机会啊、呃，可以有自己可以去奋斗的方向。为什么？一八三零年之前，拿破仑战争之前，占领可以移转主权，先向先赢。 谁占了谁就赢了，所以那时候打赢的，他的领土就会不断扩张，像蒙古蒙古的成吉思汗的帝国，像亚历山大的帝国，哦，像奥匈帝国，他们打赢了就会一直占，一直占有世界各地的国家，所以会越占越多。这是在一八三零年之前。如果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哈，没有战争法，没有国际法，没有万国公法，请问现在哈，全世界领土最多的国家是谁？各位知道？ 如果没有战争法，如果没有国际法，没有一八三零年哈、哦、拿破仑战争之后修订的国际法，现在全世界领土最大的国家是谁？美国？为什么是美国？我们现在受美国军事政府管辖啦。但是哦，说真的，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要跟美国呼吁：你既然要军事政府哈、哦，就请在世界各地都统一，都一样，请你亲自来台湾执行军事占领，不要躲在后面当长进人。 美国那时候打败美国那时候欠西班牙很多钱呢，所以他就开始跟西班牙打仗，哎，他很很厉害，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哦、喔、会跟中国打仗，哎，打打仗打赢了债务就一笔勾销嘛，哎，他现在欠中国很多钱嘛。那时候美国欠西班牙很多钱，他就把西班牙打败了，债务一笔勾销，西班牙还割了四个地方给他。哪四个地方？各位记得吗？不知道，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些哦、喔。 美国打败西班牙以后，他把古巴、菲律宾、波多利克、关岛这四个地方割让给美国。我欠你一堆钱呢，我打赢你了，我都不用还了，我还拿你四个国家。菲律宾后来独立了，古巴后来也独立了，波多黎各呢，到现在还是美国的烫手山芋。美国现在的最痛就是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哈每三年五年就举行一次公投，然后每次公投呢，他们都说他们要成立美国，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 但是美国的宪法规定，我们不会再成立第五十一州了。所以呢，波多黎各的人哈、喔，对美国做贸易不用缴税，然后呢，他们呢也不用当兵，美国的军队会保护他们、喔，啊，而他们也不用请外交官，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所以，他每年就像台湾，如果不用不用外交事务局，不用那个军队，每年可以省下上兆的经费，直接拿来做社会福利多好啊！新加坡养那么多军队。 他们就有免费的食堂，让人家永远都饿不死。这是新加坡哎、欸，我们以后要学习新加坡，要学习世界各地的先进国家。这是后话，我们先讲到这。刚刚这里来哈，美国他现在都波波多黎各就是这样子，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跟波多黎各一样，人家派军队来管我们，来来保护我们，跟他做生意不用缴税，贪哈赚是净赚哈，然后给是给毛利哈。 这些都是理想，啊！但是我们都在朝这个理想去奋斗，啊！去整个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让它变成真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图，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五年那时候日，日本接受台湾，日本接受台湾也是接受这个地方而已。 中国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割让这个，因为没有其他的，东半部没有，东半部是日本花了五十年的时间去整个把它统一的。那请问一下各位哈，我请问一下各位，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谈，因为从我们开始，我们开始跟大家在谈《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开始跟大家讲说，这个世界有国际的国际的法理跟万国公法，但是民进党有一个大佬他说，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失效了。请问一下，旧金山和平条约失效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失效？好，讲一个比较白的，我们人家会问你嘛，到时候你的事务官一定会问你嘛，我们一问一答嘛，很简单，我们可以回答他，我们就回答他。 我请问一下哈，我都会问啦、啊。一八九五年，我们订立下关条约，日本派代表，大日本天皇派代表，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跟大清帝国订立下关条约，订立马关条约。他订立马关条约的时候，当初他割让哪些地方给日本？各位记得吗？台湾澎湖，还有嘞，啊、喔，台湾澎湖附属三十六个岛，还有嘞，还有辽东半岛。 他割让台湾、澎湖附属三十六个岛屿跟辽东半岛，为什么十天之后，好，十天之内啦，他马上又签订一个《辽南条约》。《辽南条约》哦，他重新签订一个《辽南条约》，修正《下关条约》，修正什么？他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还给满清，满清的那个大清皇帝陛下。 他只接收台湾、澎湖三十六个岛屿。请问一下各位哈，他为什么要把辽东半岛还给那个满清？为什么？啊？不是，辽东半岛是满清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不能割让，占领不能移转主权。 占领不能移转主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实施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就开始实施，所以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拿破仑战争，一八九五年是那个呃订立下关条约，过了六十五年，所以那时候国际法、战争法都已经开始实施了。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他不能把辽东半岛纳为己有。他很想啊，他非常想啊，但是国际反对，因为辽东半岛是满清的，台湾。 是殖民地，不是满清的。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跟殖民地有什么差别？我再请教各位，这些都是你将来要跟你的事务官聊的、喔。你讲清楚了，那些大学生、那些博士，他们也会脑筋会转弯的啦。他们习惯哈，也会改的啦。你刚，除非你相信他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你把他们换掉吗？秘书长常常讲一句话，他说哈。 今天我们那个黑熊如果去管那个诶、欸、警察哈，他会去管警察嘛？然后他到警察局因为警察局局长不听他的，跟他讲中华民国，他可不可以找那个不要找副局长了、啊，不用，因为他握有人事权跟那个财务权嘛，他可不可以找那个最小的被欺压的那个小警察说，我把你升起来当警察局长，他要不要？要，他会不会到时候会不会说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会，很实际嘛。他突然马上出头了。 但是你不用弄那么激烈，因为这样你没有办法带人嘛。你要说的他口服心服。好，我刚前面问你为什么殖民地跟那个神圣不可不可分割的领土有什么差别？差在哪里？好，这很重要啦，因为今天早上各位脑袋比较清楚哈，跟各位讲的比较深一点。 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跟 c r a i m right title 他的权利、他的名称跟所有的请求权 c r a i m 他对台湾要放弃这三个，因为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日本天皇要放弃这三个。但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他有没有指定台湾的收受国是谁？没有。 为什么没有办法指定收受国？因为，他没有收受国啊，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啊，他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呀、啊。他这个放弃苦了我们，各位知道吗？因为当初好像越南，中华民国军队也跑了，中华民国军队跑了二十万逃兵啊，逃到那个越南呐、啊。可是半年之内哈，中华民国的那个逃亡的军队啊，全部都被赶走了。为什么？因为越南有个很厉害的人叫胡志明。 胡志明跟法国军队讲：“我不要这这些中华民国这些逃兵在我这里。”所以法国军队一下子把他们赶走了。那中华民国军队来到台湾，除了美国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准许之外，好，麦克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所以现在在台北才会有麦克阿瑟公路嘛。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把台湾哈请中华民国暂管。他委托中华民国管理，中华民国可以改变台湾的主权吗？ 不可以嘛？占领不得移专主权嘛。中华民国那时候来台湾代管，好，我们回到刚刚讲的，他回来台湾代管，他请谁来代管？各位知道吗？军事是谁管？政政治是谁管？军事是孙立人，政治呢，陈怡所以那时候在台湾管的是陈陈仪，行政官房的长官，然后军事是孙立人管，所以蒋介石才会这样子飞到澎湖躲在那里。 他不敢来台湾，为什么？他怕来台湾被那个陈仪或者孙立人当作流亡政府嘛。他如果当作流亡政府，他就什么咖都不是了嘛，啊。他想要继续来当他伟大的领袖嘛，历史的伟人，民族的救星嘛。所以在澎湖开始运作，所以杜鲁门才会说他一家都是贼，因为他第一个派美国的大官回到那个双向园去调停啊，不是那个台湾的那个驻美代表，不是中华民国的驻美代表。 去美国调停，啊，然后呢，他不放心，又派那个宋美龄也飞到美国。这个历史档案里面都有，啊，那宋美龄真的厉害，中华民国的救星呐，她真的是中华民国的救星。为什么要跟他比这样子？他真的能屈能伸。他去美国，他没有住在双向园，中华民国有一个那个大使馆叫双向园，他去美国，他住在白宫。然后第二天，罗斯福哈就说：“好吧，让蒋介石去台湾。” 讲到这个哈、喔，我用一个笑话做做一个引申，我们不要讲的很直接啊、喔，反正各位去看就知道。有一个疯人院哈、喔，有一个疯人院关着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蒋介石，哈、喔，他自己自称是蒋介石，他每次都说我是蒋介石，哈、喔。后来呢，他们又抓到另外一个疯子，那个疯子说他也是蒋介石，啊，那个管理员就很很差劲啊，他就很他就想说，到底两个蒋介石关在一起哈、喔、会怎么样？ 他就把两个蒋介石关在同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哈，那个新来的说：“我这四十年来，我都以为我蒋介石，哦，我终于知道，原来我是蒋夫人。”哎，笑话了哈。宋美龄去白宫住了一晚之后，蒋介石就可以飞到台湾来了。孙立人直接飞到澎湖，跟蒋介石说：“我们永远效忠领袖。”蒋介石就风风光光，这个杀人魔就风风光光飞来台湾。所以杜鲁门才会讲他一家都是贼。 把台湾偷了，他来到台湾之后呢，完全没有那时候陈仪跟孙立人他们本来都还是照着啊行政官房啊台湾省政府啊这样来了以后呢，他开始用两手策略，因为他被共产党打败了，他从敌人那边学习成长嘛，他开始会用两手策略，你顺从我，你就是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人民；你不顺从我，我就用战争法，唯一死刑。你看哦，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号。 我们台湾人应永远要记住这个日子，为什么？我以前我们的年纪呀、啊，对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啊，因为我是一九六七年生的，已经过了二十年了。但是我听我的长辈们在讲，我们听蔡才元老师、听郭宏斌老师，听他们在告诉我们，听潘信行老师，他们在讲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我台湾人要永远记得？当初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虽然奉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可是呢，他很多事情都倒行逆施，他没有按照战争法，没有按照国际法理。他把台湾人哈、喔、随意的，等一下我会让各位看所有的资料跟那个历史哈、喔，他把我们的所有的那个随意的就改变了，把我们改变成中华民国国籍，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美国也跳出来，我们中华民我我们在台湾的很多的长辈们那时候也跑到日本、欸。 希望日本天皇为我们主持公道哎、欸，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日本的户籍、日本的名字。中华民国说，只要是日本人，一去一律回日本。这是完全违反战争法的。他战争，他占领一个地方，他不能把里面的人民赶走哎、欸，完全不能。日本台湾人、日本人、台湾日本人，不管怎么样的，都是不能把这些援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把他赶走，不能把他的土地没收充公。他完全没有照着国际法理。 那个时候這，这些长辈，这些长辈前仆后继的想要救台湾，为什么他们后来选择沉默？这是六十九年下来，他们都选择沉默，因为死伤太惨重了。你们看到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馆，里面台湾人的纪念这些台湾人，到底有多少人？你们有去看过吗？潘老师哈都会参加，这些受难家属几千个人而已啦，不多啦。 可是各位知道哈，一九四七年发生二二八，到一九四九年，台湾省政府去清查所有的户籍资料，当初在日本有户籍，到了一九四九年重新调查户籍，整个全家的户籍不见了，到底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吗？二十二万五千人，二十二万五千的台湾的精英，戏也戏，都会抖，这是有历史资料记载的。银安的戏也戏，都会躲。 都逃到国外去。我们这些台湾的精英陆陆续续从国外回来，他们为什么一心一意就想要让这个法理让全世界都知道？不要讲情感的台湾，不要讲政治台湾，我们现在要的就是法理台湾。这些是我们的痛啊！我们的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真的是抛头颅哎、欸。蔡才元蔡老师他说那时候他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台北，他被关在地下一楼。 被严刑拷打，晚上趴在桌上睡觉，他趴着在睡觉。他突然听到地下传来哀嚎的声音、惨叫的声音，很凄厉。他吓醒了，他就问那个守卫：“你们这边不是只有地下一楼吗？电梯只有地下一楼为什么听到地底下还有声音？”他说：“有啊，走楼梯下去还有地下二楼、地下三楼啊。”他说：“那里是哪里？”他说：“那就是你们不听话的台湾人呐、啊。” 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哈，在那里练手力，他练什么手力？掐死一个五块钱，然后掐死了就放水流。你去看那些历史，你就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从小哈，从小我的母亲呢，就叫我说要在台湾的体制之内改变，叫我去选代表啊，选那个立法委员什么？他说我的口才好哈，然后快起来够五郎班嘛哈，还可以啦哈，所以叫我去从政。 我打死都不去参加，我也从来不参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想去投国民党的票，也不想投民进党的票。我觉得两个都是烂苹果，我干嘛去投？真的，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投票过。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好，现在知道是对的啦。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只觉得看到那些历史，我听完三届公的公告，真接三届公我们是叶叶启田哦、喔，真的不是叶启田上的故乡，真的是我三叔公，他从日本回来在讲日本的事情。 我觉得当初在训练我们，在栽培我们这些日本人，他们把我们当人看呢、欸。他在台湾建造日本亲王一来到台湾，水土不服马上死了。他发觉台湾的水质很差，台湾没有回收的环境，所以帮台湾建造下水道，帮台湾分开来回收的水跟使用的水。他开始在帮台湾做一些建设，下午各位就会看到。 我们徐克林徐老师就会放过去日本的时代的录影带给各位看，他怎么建设台湾。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很感动哎、欸。你们以为蒋经蒋经国他真的就开始建设台湾吗？那个时候是拿抗美援朝的钱呐、啊，每年的补救济金啊，一亿美金一亿美金拿来，他总要做点事吧？没有他怎么跟美国交代？每年拿一亿美金，连续拿了十年，拿了十亿美金。这是真的。啊。 记录里面，各位一定要买这些书来看，你才会清楚知道，原来你去以前学的那些都是假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常常在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会分享跟各位请问一下一件事情哈：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做对的事情，为什么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把事情做对不是也很重要吗？ 中华民国六十九年来都想要把事情做对，可是，一开始就错了，它会变成对的吗？不会啦。中华民国在台湾到底可不可以就地合法？为什么？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嘛？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嘛？我们等一下第一堂课马上要下课哈，我讲一个二次世界战争哈的事情给各位听，这个大家常常在提，各位这样的逻辑就会比较通哈。 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非常厉害，对不对？德国坦克现在要拿到世界足球冠军嘛？德国人真的超厉害，日耳曼民族。我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八月要去欧洲，他就是要去找德国人，他要嫁给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的血统比较优秀。哈，好，因为秘书长最近讲说我们要混血嘛，哈，要混多一点的。台湾人去娶俄罗斯的美女哈，然后他也想要去嫁给德国人。哈，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的强壮，他一下就横扫那个那个整个欧洲大陆。 但是有一个地方他没有跨过去，一直很努力的战争，他跟谁打很久？英国啦，二国他也打很久哈，二国但是几乎快要被他灭了，如果没有美国帮忙哈，这些历史都有念，各位可以去念国际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就不用什么念，中华民国历史都在骗你的。那时候日本不那时候德国，他一下横扫欧洲大陆，所以他也打败了法国对不对？他也打败了波兰对不对？那这两个国家？ 被打败了怎么办？整个国家被德国接收管理啦、啊。可是他们还有政府嘛？这些政府怎么办？流亡嘛，当然要流亡啊。没有他就被灭了嘛。所以法国流亡，法国政府流亡了，波兰政府也流亡了。他们都流亡到哪里？各位知道吗？法国流亡到巴黎，这样不叫流亡啦。巴黎就法国本来巴黎就在法国啊，<laughs> 他流亡到巴黎不用。 啊！法国流亡到伦敦，波兰也流亡到伦敦。为什么他们都要流亡到伦敦？因为隔着英吉利海峡，那时候英国还没有打输给德国，很努力在打诺曼底战争什么。所以那时候，法国跟波兰弄绕跑，都去找英国老大哥帮忙收留。在那个同时，伦敦有三个政府。 一个叫波兰政府，一个叫法国政府，一个叫英国政府。好，我请问一下各位，法国政府要选临时的流亡政府的总理，他会不会叫伦敦市民去投票？在当下会不会？不会嘛？为什么？干他们什么事啊？波兰流亡政府要选临时总理，会不会叫法国人或者叫英国人去投票？不会嘛？为什么？也不干他们的事嘛。 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要选总统，有没有叫你们去投票？那、啊、干你们什么事？干你们什么事？请问一下，如果法国流亡政府说我要在英国伦敦把它设立成为有法国的首都，可不可以？英国市民就会反对的啦。我们端的时候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回到那个时代。 回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五年，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台湾人。那时候中华民国他说要把台北当做他们的首都，临时首都，我们台湾人会同意吗？所以才会发生二二八嘛。我们在做对的事情哎、欸，我们在做对的事情哎、欸，我们在那边前仆后继哎，我们那时候概念大家概念很清楚，我们的长辈们概念都比我们清楚，我们现在大家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认贼作父？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当兵？当谁的兵？干你什么事啊？如果法国征征召伦敦市民去当他们法国的兵，伦敦市民会去当吗？所以各位开始要改变一个习惯跟观念，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长辈是这样子走过来的，结果我们被中华民国教的哈，我们都在认贼作父，那是最残忍的。你不知道那些武功高手都这样吗？ 哦，他把他如果把仇家的小孩拿来当自己的小孩养养大了，再回去杀他的那个亲生父亲。他希望我们就是这样嘛，长大了以后，中华民国的兵，然后长大以后再回去杀日本人嘛，杀我们自己的同胞嘛。你们有没有缴钱给中华民国？缴税缴了六十九年呢、欸，不是也在？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算钱吗？现在还在缴税对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开宗明义说，我们对他的那个政策不配合，哈，我们也不合作嘛。你要慢慢的清楚出来。如果像甘地、像曼德拉，台湾人醒过来了。你如果常常去看那些卡通影片哦，蚂蚁团结起来哈，连蚱蜢都会怕他们。台湾人虽然都一群哈很认命的蚂蚁，我们只要团结起来，我们醒过来了，中华民国会怕我们。他们是少数的来这边。 用他们的武力来强占我们的。当初我岳父啊，他到那个港口去送那个日本兵离开，他看得很痛心呢、欸。因为那时候送日本兵离开，中华民国进来了，中华民国军队进来，他觉得好奇怪哦、喔。他常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他说穿着很整齐、非常有秩序、守规矩的日本兵出去了，然后迎来一群好像乞丐的人，每个人都这样子哦、喔，衣服破破烂烂的，然后什么背上背着那个铁锅，哈，然后什么头上戴着什么。 就这样子很破破烂烂的这样进来台湾，然后进来，因糟楼啊嘛，进来烧杀掳掠。明天早上，温老师会告诉各位，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日本人到每一个地方都是完全奉行战争法，那都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也都造假的。哎，我们有一些图片哦，日本有一些图片，他很清楚知道，所以这些。 各位哈，你眼睛看到了，等一下潘老师就会告诉各位，你慢慢要让自己的心去打开，你要去接受当初我们的先圣先贤他要怎么努力的救台湾。各位知道台湾第一个王朝不是正式王朝哎、欸，台湾第一个王朝是什么王朝？各位知道吗？大度王朝，在台中我们有个大度王，那时候荷兰人来，荷兰人都还很尊敬。 郑成功来太，他还这样子抛头颅洒血，然后洒热血跟郑成功火拼，最后才被郑成功灭掉。我们有个大渡王朝，这是台湾最早的王朝。这些历史，各位的语言，各位知道吗？不是闽南语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母语是希腊雅语。平普族，哦、高沙族有他们的语言。我们的母语是希腊雅语。可是，各位现在知道什么叫希腊雅语吗？不知道，不见了。这些我们都要去把它找出来。 我们第一堂课上到这里，十分钟之后再回来。好，记得回来的时候手机关机哈。我们现在先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息十分钟，好，下课休息十分钟。